在红尘走一遭，你醉得多逍遥，谁的眼泪纷飞爱上谁。你在岁月走一遭，我盼得多美好，谁的心里是无悔风悲。我要看热闹论明月，把孤单敲起我的回月光下，只有你才最完美。我要看热闹论明月，把孤单敲起我的等待在风中是为谁。钟宁，我怎么跟你说的啊？一定要保持联系，保持联系。你在外面这么多天，我一直给你打电话，就是不接，为什么呀？啊！哎，真是个白眼狼。当初要不是我，时间到了，差不多该结束了。你说的都对，我都同意。但我现在该走了。哼，合着我这是皇上不急太监急，我一开始就不该同意让你演这个戏。等一下，我想你还是没听明白。我现在不只是老乔，我还是乔副总，所以这个戏我要亲自监工。监工，乔三牛，我劝你新官上任的三把火，最好别从我这儿烧起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既然撕破了脸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你呀，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我说昨天带你去吃好吃的，你却忙着一整天都在排练。这就是你们剧组的不对了，怎么总逮着一个人使唤呢？那个钟宁跑哪去了？沈大老板消息可真是灵通，对我们剧组大小事啊都了如指掌呢。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行了，休息去吧。你看，我说了吧，你这个小助理对我很不满意啊。沈大哥，你想多了，小美就那火爆脾气。哎，青青啊，你别骗我了，我知道那个钟宁很喜欢你，而且包括你那个小助理在内，还有你们剧组绝大部分人都支持你们在一起。但是青青，你真的也喜欢他吗？他或许真的很优秀，但作为一个有点名气而且粉丝不少的男明星，他能有多重视你的感情呢？他从来不缺爱，他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喜欢。但是我就不一样了。沈大哥，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我不是又绕回来了，我是一直在等你的答复。我的提议永远都有效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钟宁的话，那就当我没说过。如果你还没那么的喜欢他，那我希望你能回头看我一眼。只是互相做个挡箭牌而已，我做的不会比他差。青青，跟我走。如果不是这段时间经历的这些事情，我都不知道这两年一直打压你的人就是老乔，辛苦你了。奇怪，你不是一向很听你公司的话吗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因为我终于知道自己错在了哪儿。青青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，也从来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但是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想求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，可以吗？我也很想重新开始，可是破镜怎么能重圆呢？如沈思年所说，从来不缺爱的人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喜欢。其实你能跟我道歉，我也觉得挺开心的。
很多事情觉得也没那么委屈了。但就像你说的，咱们这个职业有很多跨越不了的困难和障碍。两年前我想跨越那些障碍，从你这祈求得到一点爱，可现在我已经不想要了。爱这东西太金贵，我消费不起。周宁，放手吧。哎呀，姐，出新闻了，说你跟周老师闹矛盾要开撕呢。好吧，我估计你也没当回事儿。那你先看看这个吧，导演通知说今天剩下的戏都不排了，他和资方有个紧急会议要开呢。不排了？嗯，昨天不还说要赶工期定首演的吗？我听导演助理说，好像是因为那个不和绯闻，有资方要撤资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那些无良媒体胡说八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五分钟，我在楼下等你们，带着小美一起来。小美，你的素材拍够了吧？咱们该回去了，别耽误明天的排练。时间还早，别那么着急。小美，你看那边的海景真美，帮我拍两张照吧。你呀，最擅长蛊惑人心，连我的助理现在都只听你的。我最擅长的可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干嘛呀？我最擅长的是实现诺言。三二一。好美啊。哇，我答应过你会带你看一场不会散的烟花。胡说，世界上哪有不会散的烟花。周宁，我心里其实挺乱的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婉清清，只是一个意外的吻而已，又不是没亲过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啊？宁哥，亲姐说她今天有事儿，就先不过来了。虽然剧组做了澄清，说你们那个亲吻照是宣传企划的剧照，但亲姐还是觉得主动避嫌一下比较好，你别怪他。怎么会呢？这件事本来就是我的错，是我那天太冲动了。青青她情绪还好吗？嗯。导演只是说不让我们再住在一起，应该不会为难她。咱们剧组才不会为难自己人，不像那些键盘侠一个劲儿的网暴女艺人，我看了都替青青姐难受。关于这件事我想过了，还是需要公司出面，不能再让那些不理智的观众继续做网络暴力的措施了。且不说青青会受伤害，我作为公众人物本来也有责任对这些观众做出正面积极的引导。那就麻烦钟老师了，青姐那边我也会跟她说的。哦对了，差点忘了重要的事，这个是青青姐要我给你的戒指，她说人走了东西没必要一直留着了，原本两年前就应该还给你的。那个，或许我不该说这话，可是青姐在还戒指之前明明就很舍不得，还偷偷哭了呢。你看起来也很放不下她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在一起呢？钟老师加油啊。需要强行努力才能在一起的爱会是她真正想要的吗？青姐，青姐，别看手机了，
自从钟老师发了声明以后啊，那些观众已经理智多了。小美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的。嗯，没有什么职业是顺风顺水，不受一点委屈的。嗯，这就是人生，不是吗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我就是觉得替你们委屈，因为要做演员，所以就要放弃追求爱情的正当权利，这是歪理呀！追求理想不应该以放弃爱情为代价。你呀，年纪不大，道理倒懂得不少，得向你学习了。哎呀，叮当，庆祝你们回家了。这里有美味的小蛋糕，先开吃。沈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又带好吃的来。嗯，沈总料事如神，该不会在我家装监控了吧？青青，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如果需要我配合的话，我可以以男友的身份帮你平息这一波舆论。谢谢您，沈大哥，但是不需要。演员在目前免不了被人评头论足，随便舆论怎么去说吧，我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别聊了，快下来吃蛋糕了。走吧。好吧，你有主意就好，总之我随时都在。走啊，还没呢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去排练场拿点东西吗？我等你一起去。等我呀？去排练场找钟老师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可不能带外人进去，我们那都是有工作人员守则的，尤其不能让你去找钟老师闹事。小家伙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人呢，贵在有自知之明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不跟你说了。记住，你就是个丫鬟，少管主子的事情，尤其少管我和青青的事情，懂？什么人呢？这是大总裁了不起啊？气死我了！我得回去跟青青姐好好说说。这两年来，你对青青所做的事，你故意偷拍曝光的吻照，如果青青原谅你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了。但是老乔，这份解约合同，请你务必仔细看看，尽快给我个答复。我这次来不是跟你吵架的，而且这个曝光的照片也跟我无关，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和婉青青那一点绯闻，你一夜之间掉了70,000粉丝和3个重量级的商务代言，如果这个时候再闹解约，你承受得住吗？受不受得住是我自己的本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解约没问题，不过你在公司可是签了30年的长约，这些年捧你做一哥是赚了点钱，但是公关宣传在你身上也没少花费，是亏是赢还未可知呢。不用再说了，只要能解约，我愿意净身出户。你真的是疯了，为个女人连前途都不要了。上次为了她你闹到公司，好，我听你的，让你自己来演什么破话剧，可是结果呢，你非得要跟我解约。钟宁，你给我听好了，30年的长约就是一张卖身契，即便你净身出户也不是能解得了的，即使你告上法庭，我也一定会让婉青青连坐，我拉他陪葬。那咱们就死磕到底。好啊，那咱就走着瞧。2年前你就是个软弱无能要江山不要美人的懦夫，2年后你也休想护得了婉青青。
小美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是你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两个女生住的地方，我就不请你进来了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你别紧张。小美说她愿意给我们留一点谈话的时间。青青，你不能永远都躲着不见我，我们可以平和的好好的聊一聊吗？你想聊什么？就聊聊过去的我是什么样子吧。是不是像老乔所说的，软弱无能，糊涂懦夫？其实老乔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，至于我们的过去，我也早就不怨你了。当初我们分开，没有出轨背叛，也没有财务纠纷，甚至没有几次争吵，只是感情在漫长的等待和被时间冲淡之前，我们都没有学会好好经营一个家庭。也许就是不够爱吧。可你曾经是爱过我的，对吗？爱是真的，失望也是真的。其实这次二大之后，我也犹豫过，遗憾过，想着能弥补些什么。但是经历了老乔、陈音和狗仔的事情之后，我发现如果我真的想重新开始，就应该拒绝和你有任何的亲密接触，不能再打着入戏的名号放纵感情了。我明白了，那就祝你一切都好，重新开始。我看你有点虚弱，要不要让小虎来接你啊？